甩百里玄策，直接要打一血，那么收掉，拿回来了。观察一下，究竟如何使用这三件法宝？看一下，百里玄策又来了，抓回去闪现没有用，死了。这个就是。梦内是不是说出来都是一把妹？你看一下，一技能闪现再拍中，用那样一个大招，但是牛魔大闪选择的并不是纳克鲁鲁，拿回去了。一边的进球数量已经比另外一边多了。我的天，又甩回去，直接从上面扔到了草丛里，这个怎么跑？因为英雄被动的克制，库来了，大死高，芈月应该是不太好走，应该有大招。哎呦，这个位置这边能秀啊，能反杀差一点点，但是梦内跟上，勾到了小兵，反飞。反倒是打起了一个中野辅的联动，又来了，又能到到两个人，两个全死。对，芈月 CP 这里真刚，牛魔大招落地，先秒了库，全盾的伤害啊！芈月还不死，没办法，梦泪双杀，又闪现了，拉回去了，一生之敌，大招再砍，相当难受。米九也算是感同身受啊！哇，真的是装甲，我发现这英雄真的是没脾气。直接一波破掉了水晶，让我们提前恭喜 AG 超玩会。是啊，先看一下这波他们是选择怎么处理这个双箱的。是酷死了，先秒打野，少了一个人。是 VV 残血还能不能走 ？VV 一个辉月交了出来，诸葛亮进去强换，一丝血的诸葛亮没有人终结他，换不掉。这个姜子牙极限，一血换血，看一下这一波团战，龙凤胎先被打残，没办法进场了。啊，相反的 AG 超玩会进去之后。还差一丝血，杀掉了兔子，一个辅助的性命。来看哪吒飞了，强飞，七杀，七杀，再一下，后续的控制没有跟上，但是七杀这个被动能不能被烧死？没有烧死，被动好了，诸葛亮大招狙死了东皇太一，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，在前期。看到了蓝，老帅这里的大攻，但是这一波现在打不过流苏，这个大控完了之后，谁来打呢？就这个属于保人了。对。可能自己走不掉，是就很容易丢球了。没错，看东皇太一个大强换没换了，没杀得掉。别急，看一下，小云这一波团战很关键，但他不能大。东皇太一看到直接要秒了，秒完，哪吒飞，那和露露，结果撞到，但是中间没有打到人，一个大招后续伤害补上，老帅再收掉那和露露。赵云 CD 够短啊，梦泪应该有大了，有大再扎，控好了时间，一个寒冰惩疾收掉了人头。是。就是这个地方，诸葛亮，差一点，一个大招，终结极限换掉，又来了。芈月这波大招好了之后要被秒，一套技能缺少了一个，中路的高地要破，强推大招扎掉，不推塔先杀人，又秒掉了 ，nice 死了。先是一波扫了一个核心，哪吒三步起跳直接撞死之后强打水晶，库不敢出来，是两条主带先锋同时到达，强跑水晶，不管，恭喜 AG 超会。